期要到了。六金，六金，六金！哦，哎，你啊，你怎么了？头痛头痛头啊！头怎么了？啊，好像是脱臼了。哎呀，你活动一下。你下次能先跟我说一声吗？慢点啊。小七，嗯，这次受伤，让你担惊受怕了。展大哥，我们成亲可好？王爷，带他们走。展昭，那你怎么办？你们现在不走，我们一个都走不掉。别忘了，你们还要回去指证耶律重光。对对对，他说的对，我们先走，快走。来，我们赶紧走。小七，我有点累了。我们赶紧从这出去。出去了就有办法了。小七，这漫无边际的迷林，加上瘴气入体，何时才能走出去？皇兄不必难过，小鱼儿她挺好的。不知道小鱼儿心里有多怨恨我这个父皇。不怪他，是朕对不起他。小月儿她长大了，我相信她会明白的。